我祝群生飲食技術人員協會八尺竿頭更進一步。衷心祝願呢個群生社啊嘅會務蒸蒸日上，一年比一年更加好，會員啊不斷壯大。我喺呢度咧就恭祝呢個群生協會咧，佢哋咧就係嗰個會務係蒸蒸日上嘅。祝我呢個群生30周年業務蒸蒸日上，亦都係桃書滿門。群生會可以有好多好多好多個30周年，令我哋業界可以就突飛猛進。祝呢個群生技術人協會咧就歷久常青，源遠流長。群生一甲子即將到，群生對香港愛祖國，公開理財一處技巧做到足。所以今天我站在這裡代表特區政府多謝所有飲食界的朋友，不論你們是做老闆的到做廚房的和不同階層，就是很努力為我們香港打拼的。第二就勞聯這30年來群生一起是努力是推動個業界的發展、技術的提升，同埋咧係為我哋嘅飲食界朋友咧係爭取勞工權益。咁呢方面亦都勞聯咧居功自偉。咁所以我希望今日喺呢度咧，所有老闆又好，員工又好，最要大家要攜手合作，為我哋個香港嘅飲食業繼續努力，我哋創造我哋個香港嘅美食天堂嘅美譽。能夠參與到今晚30周年呢個咁隆重嘅慶典。我首先代表龍聯咧，係恭祝群生協會會務興隆，更上一層樓。今晚高朋滿座咧，亦都係見證咗咧佢哋之前所做嘅一切嘅工作。所以喺呢度咧，借大家嘅掌聲咧，係表示多謝群生協會嘅理事同埋各個工作人員嘅努力嘅。接下來咧，而家係頒發委任榮譽顧問嘅儀式。衷心祝贺群生飲食技術人員協會30周年嘅會慶，喺呢度咧係恭祝咧貴會30周年呢一個生日快樂。同時之間咧，衷心感謝貴會喺過去30年嚟致力咧係凝聚業界嘅廚師，共同咧推動業界嘅進步。同時之間咧，亦都係透過推動業界嘅進步咧，讓到我哋香港嘅飲食界咧係更加更上層樓。響呢度咧，非常嘅祝賀，並且咧係衷心祝願貴會響往後嘅日子繼往開來，屢創佳績。好，祝我哋群生天天都咁開心。咁啊，希望各位老友咧，同我哋一齊盡一分力，獻一分光，使到群生飲食技術人員協會就日日壯大。祝群生社業務蒸蒸日上，耶、！我祝群生30周年啦，群群力力。恭祝群生30周年啦，咁祝佢會務咧蒸蒸日上。恭喜群生社30周年會慶，希望佢世代相傳，作用英才。群生咧30年咧，對呢個餐飲業咧提供咗好多嘅資源，同埋提供咗好多嘅協助俾我哋嘅，幫助我哋好多嘅廚師去對外發展啊咁樣，咁嘅感受真係獲益良多嘅。咁接住落嚟咧，我哋咧會有一個頒發傑出餐飲榮譽證書嘅環節啦。咁咧就係我哋較早前咧，就係我哋一共派出咗12位會員咧去到台灣參加呢個世界廚王台北爭霸戰2016嘅，咁就特別咧就頒發呢個證書俾更多位嘅。你的理事，你道下，帳下一生，情之。
你三十岁年年进步，吓、这个会务万进。群生饮食协会咧，会务蒸蒸日上。咁啊，希望佢生日快乐啦！咁今日就一定系多谢多谢群生，祝贺群生咧就会务蒸蒸日上，培育培育多啲好好嘅人才出嚟啦，年青嘅厨师啦，包括好似我呢啲咁啦。大家咧要记得，香港有今日，因为我哋有香港嘅人咧系有居安思危嘅精神，同埋咧香港嘅精神，我哋为香港嘅精神，大家咧鼓舞各位。香港的同胞一定要保護香港，保護香港的精神。今晚的筵席，今晚的來賓的來臨，是令到我們整個理事團隊是非常鼓舞。我們今晚是全場爆棚的，亦都是希望我們可以將下半年的活動是做得更好。我希望呢，我在這裡鼓勵我們的會員師傅，我們要做好我們的本分，無論如何艱難我們都捱過去。香港是我家，維護好呢個家嘅話，明天一定會更好。